现在看到我们父子反目了，你还不罢手？还是说你要看我们沈家家破人亡，你就善罢甘休？你要跟我一起共同面对，不准一个人逃跑。就算是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。就算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我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带易胜雪离开。沈若鹤，我把小姐交给你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她的保镖。易胜雪，我发誓，我会用尽我的生命来保护你。我是第十三街老大金子聪的压寨夫人贺千娜。金子聪，你如果要千娜留下，你先扪心自问，你有办法保护她吗？你敢在我面前承诺不会让我这个宝贝女儿受一点点的苦吗？金子聪，甩开她，不要让她靠近。